大家好，欢迎大家来到今日点击节目，我是石涛。呃，十五号一元月十五号，我们现在看到是昨天，应该是昨天呃凌晨，有一个时差的问题。那中共卫健委呢？呃呃，国家卫生健什么健呃健康委员会突然公布了，突然一反常态公布了，从十二月七号到一月十二号，那数字很新的，到一月十二号的一些。 相关的叫做叫做中因为中共病毒而引发的所谓感染啊，病毒感染呃造成的伤亡跟这个一些数据的细节，它里面提到将近有五万人死呃有将近有六万人死亡，但是六万人当中呢只有百分之十啊，大概五千五百人说是由这个病由这个这个感染直接引发的，剩下五万多千五万四千多人。 是由其他病引发出其他病而死亡的，五万九千九百多，呃，具体的数字啊，啊，具体数字。然后他提到，在一月五号，当时全国是最高峰，呃，全国当时去医院住入院的是一百六，呃，一百六十万，那重症当时有二十二，二十二万八是二十八万，大概出现这么个数字的一个一个说法。 他没有没有更多的解释，因为他是一个利用周末的时间爆出来的，所以呢，呃，周末呢，在西方社会的媒体当中都是非常安静的，人到点儿就下班儿，还不干活儿。但是在这个背景之下，几乎所有西方大媒体都报了，要报道一个很大的缘由啊，基本上对比之下的很大的缘由，说在头一天，中共还说死了三十七人，那结果第二天现在公布死了六万人。 这就是共产党报道，但是呢，它出现一个很奇怪的现象，就是它本可以就一直这么压下去，结果却突然就报道出来。呃，有他自己的说法，有他自己的一切，他不管外界如何反应，但是他就以这样的方式报道了。那这就是我们在我眼睛里看到的一个，在江泽民死了之后，习近平在处理一起，在处理相关事务当中呢，我们出现。 他出现了一种妥协的政策，就这个妥协的概念，是以中共政权以往的做法，包括习近平自己以往的做法，我们看到的一个改变。那最大的一个一个压力，就是他在封城的三年的背景之下，那是非常强力的啊，非常强力。我记得，呃，我我个人跟大家分享过，认识一个上海做生意的，都到我这边了，结果人家看节目。 在上海蛮有钱，在上海那个地头上，浙江的地头上很有钱的。他自己当时原来就说呢，啊，那原来他他现在挺惨的，他国内的钱全出不来了。呃，但是他这边因为有钱嘛，所以这边他不会影响他生活。他说：“哎呀，涛哥，我跟你说，当初他说的，涛哥，我跟你说，现在国内可安全了。我把手机往那一放，我走了，谁敢拿？谁敢拿？” 他要拿了，没有三分钟就能追回来，到处都是摄像头，啊，涛哥，我能理解，能理解你们讲的，能理解你说的，能理解你们自己在信仰当中有自己追求，这不是问题。但是在中国如何如何？那这次后来这次封城之后，他跑出来了，在在这个封城之前，他其实跑出来了。那等解封之后呢？他在想回，他也不敢回去了，所以碰见他，哎，我说怎么着？他哎我我。我 没没法弄着，胡来这不是胡来吗？这不完全就是胡来吗？那、这个啊，哪有这么解封的？哪有出这种事的？一下全崩了，那家里剩的所有亲朋好友全阳了。他在上海，他因为他他自己是开那个开酒店的，他那个屋子里头挂的全、就是党国党和国家领导人和中国社会当今几乎。 我影艺界啊，各个各行，主要是影艺界嘛，有名的人到他餐馆吃饭，我还很少见挂那么多。那那真的，党和国家领导人和这些有头有脸的全在上头。我说你，我说你曾经的这个还还这么挂着，他、啊、妈这这些东西，他妈不是东西。那个呃，我我们见过一些，这是中国大陆的一些生意人的习惯，就即使这样的人啊，即使这样的人。啊 啊，真的，党和国家领导人都在他那个餐馆里，那个，嗯，那照片都有，也不过不过如此。当然，它是一种宣传，这是没错的。但是它反映出的故事是这个：那北京的朋友，很近的朋友，原来说，哎呀，涛哥，我跟你说，现在有病毒，在在解封之前，有病毒，立刻掐死他。他住东城，我住东城。如果到海，带海，到海淀，我到北大、清华，我我一下。 测出我阳来了，我跟你说，没一会儿全知道，立刻就给我捂在那儿，根本就不可能。你你咱中国再有再阳，绝对不可能再阳。那这一次呢，全家都阳了。你家想他阳了，嘴就没那么硬了。他妈他妈瞎解封，哎，这话还不能乱说。他是当官的，他他这是当官儿当官的，妈不能乱说。啊，这叫什么事儿？怎么全阳了？ 那因为我个人都不太联系，都是通过其他朋友联系，然后就听着故事，但人都很熟嘛，你就开玩笑说：“哎，说说那个信不信？是不是坐地蹦出来的？”他就乐，他说：“你要说不坐地蹦出来，你让我相信蹦出来吧，我我还有点难度。但你说他不是蹦出来的，但有一点可以肯定，他绝不是传染的，他不是传染的，这是他肯定。所以这是我们今天看到的故事。那。 在在几乎中国百分之九十九十五以上全都阳的背景之下，他公布这样的数据，为什么啊？一反常态。我以为就是面对过年，习近平知道这个就是他不愿意去再以强力的方式，就是完全这种对立的方式，他愿意以一种缓冲的方式，因为人们会看到他，他他在柔软，对不对？在如何如何，这是一个。另外一个呢，就是到国外。 它是给国外看的，那我们在趋向的城市，趋向的真正的呃，我们并不是不负责任。咱们统计数据不一样，咱们本把它称呼不一样。你谭德赛那么讲啊，WHO 的你那么讲，我这么讲，那没什么的，对不对？这个很很正常，因为 WHO 呢这一次全翻车了，是人家跟他翻车，是他跟人家翻车，不知道，反正 WHO 全翻车了。那西方社会全都以这个。 核酸检测的方式来限制人们的流动。那韩国跟日本呢？它以爱国主义的方式在对垒。但是这个故这个、故事这个数字的崩出，在我眼睛里,里，它表示着习氏王朝啊，习氏王朝的执政风格，跟习氏王跟这个中共政权江泽民在世时的中共政权的执政风格出现了改变。 从白纸运动之后，那他把江泽民一死一抬出来，啪，把白纸运动打过之后，他后面的故事都是柔软身段，他慢慢的柔软，那胖啊高，对不对？他弯下腰不容易，他慢慢的柔软。但是比如说赵立坚被调被调的被发配发配这个边界了，给他调职了。 外交部新闻司的司长、新闻司的副司长、新闻发言官，那是响当当的角色，给调到去管边界什么外交系统，那那发配就是就,就就就就给发配了。所以这样的典型的人物的发配，有着他类似的做法，包括王毅的退下啊，王毅的退下，那这是我们能够看到的故事。所以他几乎从江泽民死后，在他的执政风格上。 呃，他改变了，那也同时表现出呢，在他解封之后，十二月七号解封之后，真正展现出来的实际状况跟他的推断是是对立的。呃，他并没有想到中国社会是以这样的方式，就是以这么大量的付出，这么多人死了，而且死的人是有方向性，这是他没有想到。死人他想到过，但没想过死这么多人，这是习近平的失控。 而他也想象不到会死人，死的人是方向性这么强，啊，全是给他洗脑的，所以这是我我以为出的这件事情。那这件事情呢，呃，有着更大的一个背景啊，只能说有着更大的一背景。呃，同时间在十一，在一月九号啊，一月九号，拜登出事啊，那拜登一月九号的晚上。 美国哥伦比亚，呃，美国哥伦比亚广播公司，那宣布了拜登的白宫律师的一份声明。声明讲说，在拜登拜登的他的幕僚中心，也就被称为图书馆，呃，宾州大学里面的，呃，发现了机密文件啊，发现机密文件，而这机密文件被被被放在一个衣橱柜里面，衣橱柜一直锁着。 他从二零一七年离开副总统位置之后，一直到二零二，一直到二零二二年，他一直拥有这些这个办公室，就这这些东西。而这个橱柜呢，是标示是私人用品。呃，结果他在前两天，应该是在去年的十一月，呃十月底、十一月初，他可能要出现一些。 变化，因为他是总统了嘛，所以他要把那个宾州的那个办公室。当时他是宾州大学的客座教授，类似荣誉教授、客座教授。所以当他成为总统之后，他这个身份肯定没了。所以他在腾那个地方，在腾那个地方的时候，他的私人秘书就私人律师就打开了这个柜子，打开之后。 在一个标志着私人档案的信封里，发现了十页的绝密文件。绝密文件就是顶级的，而绝密文件是跟他的儿子博的葬礼的悼悼词、个人物品放在一起。那十一月二号就发现，一直拖拖拖，一直拖到现在一月九号才公布于众。那这件事情在。 川普的海湖庄园遭到司法部 FBI 的袭击，名义就是绝密文件被带到被带回家。作为一个，呃，已经离职的、已经退休的、离职的这个副总统，呃，已离职的总统，他是没有作为平民没有资格拥有绝密文件。美国的法律要求，啊、呃，必须返回去，啊、呃，必须交回国家档案馆。但是呢，啊、呃，总统拥有解密权。 这是肯定的，可是拜登拥有的文件，他是副总统，副总统没有解密权。那没有解密权，在二零一七年离开白宫之后，离开公职之后，他把私人文件带带回到他的个人的地方。而在过去的四年里面，二零一七到到二零二一，二零二一他就任总统，他一直拥有这家办公室。所以这这件事情是,是以这样的方式爆炸，爆炸之后。 结果就陆续的发现了四批文件，陆续发现四批的文件是在不同的时间，但都在他自己的家里面发现的啊，家里面发现的。呃，在家他发现比较多的呢，是在他车库里面一个破纸箱子里面发现了另外的大概几页七八页的呃十七八页吧，大概是文件。 结果随后在他的车库的旁边，自己的书房里面，又发现了另外一张文件。可是这是在不同的时间里面发现的。第一批文件十一月二号，第二批文件十二月二十号，第三批文件是在一月一月九号发现文件嘛？呃，公布嘛？在一月十二号，那白宫呃，对不起，司法部长在面对他对。 川普的所作所为的，而今天等同状况出现在拜登头上之后，他被迫宣布，他只能说被迫宣布，呃呃，任命特别检察官对现任美国总统进行犯罪调查，刑事调查，这是一个非常大的呃举措，这是非常大的举措，因为涉带走机密文件、绝密文件就是犯罪啊，就是犯罪，所以。 他没有那么说，但实际的概念就是这概念。结果到了一月十二号，也也就是说，司法部长在宣布的时候，结果在他办公室里面又发现了，呃，在他的书房书房里面发现了另外一张纸。结果在周末，就是星期六的时候，他的律师再次宣布，在星期四的晚上。 呃，特别检察官的国家就是国家提的了嘛？特别检察官的呃随行的检察官，跟白宫的检跟白宫的律师一起到这个特拉华，拜登的家去收缴那些文件的时候，又发现了五页纸，五页绝密文件。那这就是我们看基本上看到的故事，那也就变成了拜登的机密文件呢。 在四个不同的时间点，啊，四个不同的时间点，三个不同的地点，因为它它很讲究。尽管是拜登家里面，在不同的房间里面放，对吧？这是这是不同的地点，发现了四批文件，那这个罪名，这这个这个就不得了了，就是作为一个美国总统，作为一个美国的总统，呃，在此之前非法拥有这些文件长达六年。 而且极不负责任的放在了不同的环境中、不同的地方中，而这个房子现在是他拜登的儿子每月花五万美金租他爹的啊，每月花五万美金租他爹的。所以当这样的细节出来之后，再加上截止到目目前发展到现在，FBI 的人并没有去像对待川普一样对所有拜登。 在经历过，就是他长短时间居住过的地方进行突袭没有，一切的搜查都是拜登总，拜登自己的律师啊，在可能有在可能有 FBI 的探员，在他能够可能落脚的地方进行寻找，但是呢，如果文件可以在四个时间点不同的时间点逐渐披露出来的话。 说明所有这些搜查的人员不专业，那对这件事情的负责任的态度是个巨大的问号，而拜登总统今天的美国总统，他的涉嫌的生命人的品质对国家对国家忠诚的程度就受到巨大质疑，所以这是等同发生的故事，那为什么发生？在我个人的眼睛里，那我们经历了三年的灾灾情，经历了三年的故事。 那在大疫情二零二零年，中共病毒走出国门之后，在世界上经历了三件事情：美国大选、乌俄战呃，美国大选，然后西方社会的打针儿。那不能随便说啊，只能说打针。西方社会应对病毒的方式，全人民、全人类都以同一个方式去应对，这是第二项。第三项就是这个乌俄战争。那现在。 在中共病毒回完全回到家庭家中国之后，骤然在美国，在拜登身上出现的故事，就是天意中使得川普的劫难结束。二零二零年美国大选之后，美国大选的故事所营造的一切在川普身上的劫难在逐渐结束，而结束的方式是时间是个神的背景之下。 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落在了今天拜登身上，落在了今天美国的左派身上。我的看点是这样。那随后，我们知道现在看到的故事，美国的 CDC，美国的药品监管局，在调查国内被称为“屁药”的啊，在调查辉瑞在辉瑞的药品在治疗的过程中，可能有其他的不同的。 一种现象的出现，这这词儿都不能随便用啊！现在是 YouTube 全都给你封了，你你你用任何都不有着其他的作用啊！这这话没毛病，对不对？啊，那结果引起了 CDC 跟这个美国药品监管局的呃关注，而且据说在星期日的时候已经下出了结结论，所以那就意味着在西方统一的应对中共病毒的手段。 开出开始出现了官方的质疑，这就是第二下。那第三下，我们将会看到乌俄战争的以某种方式的可能的结束啊，可能结束。那这个中心，这个基础是什么？它的一个 base，它的一个最大基础就是中共病毒回到中国社会，将以最后的方式结束人类之间的大进化，第一次真正的进化。 那进化的原因，所有跟中共病毒相匹配的生命，将伴随着天灭中共而消失。所以，这是我个人的看法。那我们看起来是具体的故事，但大的时间的背景之下，有着它非常有点像沧海桑田的概念。今这一代就是我们现在活着的人，我们正在经历着人类的历史的重新的变革。那好，这期节目就到这里，谢谢大家。 再见。